咱们下面这个应该都属于，知识应用了啊。那要求你应该是自己先提前思考完了的，才打开视频听的啊。要听话，好，好了，这个我们都知道冬天下雪是不是啊？这个北方经常下雪啊，有经验的人都会告，又都知道，下雪的时候不怎么冷，化雪的时候才叫冷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它融化要融，吸热，哎，化雪的时候是不是雪是冰啊？是不是啊？冰变成水是不是啊？对，雪变成水，是固态变液态，叫什么？融化，融化是不是啊？融化需要什么？吸收热量，那你想，它吸收热量是不是把空气中热量给吸收走了？那空气中热量被吸收走的话，那空气就显得什么？冷，冷是不是啊？那热量被它吸走带走了，所以要知道融化吸热，是不是啊？冰融化的时候会吸热制冷啊，很好玩是不是？来，吃过这个吗？这是什么呀？你猜？不知道哈哈，冻豆腐。吃火锅或者冻豆腐是不是这样？只不过杜老师把它图形放大了一点，是不是？对。你说豆腐就豆腐呗，里面哪来这么多小孔呢？这烤出来真烤过。这个豆腐刚做出来的时候啊，白白嫩嫩的，是不是啊？但它里面含有除了里面除了含有大量的蛋白质，除了大含豆腐里面除了含有大量的豆腐之外，还有什么呀？你别以为豆腐全是豆腐组成的啊，除了豆腐里面还有水。水，还有水是不是啊？哎，还有水啊、哦。那你要把这个含有水的豆腐放冰箱里面去，很冷的冰箱里面去，那个豆腐里面的水会怎么样？会结冰，结冰是不是啊？好、哦，结冰。等你将来去了密度以后还知道呢，结冰以后它体积会稍微变大一点啊、哦。但是变不变大其实也没有影响了啊、哦。好了，你知道里面的冰会变成，哦，那个豆腐里面的水会变成冰是不是啊？来拿出来。拿出来以后，这里面水会怎么样？水融化，融化是不是啊？然后融化，你再进行掉晾制或者什么晾干之类的，那里面水是慢慢的流出来，慢慢的流出来呀、啊。你结冰的时候，里面是不是占个小坑？对，等化成水以后，再出来以后呢，小坑是不是就变成小坑了？所以里面有好多什么？小口儿，小孔是不是？所以它里面小孔怎么来的？就是一个先有水变成什么？冰，然后冰再化成水，流出来，是不是啊？留个小坑在里面，是不是？对，哎，像咱们将来学密度以后，还知道水结成冰的时候，体积稍微膨胀一下，然后这小坑是不是稍微更大一点了？是不是？哎，然后你把它给晾干的话，或者把水给怎么弄出来的话，水一旦出来了，小坑是不是就留下来了？冻豆腐都有物理知识啊，这个冬天雪人见过吧？见过。雪人融化的时候，哪先开始融化？上面还是下面？先回答这个吧，不要回答这个了。这个中考可能考不到啊，咱们就作为兴趣知识，但竞赛可能会考到这个啊。上面融化，下面融化，猜一个。上面吧，是因为上面脑袋离太阳近吗？对呀、那中午看到太阳大，是因为中午太阳近吗？不对，中午看到太阳小哈、不对啊，不对，细心的同学应该发现是下面先融化。这为什么？我讲，你听懂就听懂，听不懂就听不懂。好，这个跟受到的压强有关系。就说如果是这样，同学们啊，你拿一个雪过来，用东西挤压它，好，比如拿把钳子吧，拿把冰冷的钳子，把雪放在那个钳子一钳一下，你会发现雪就会融化。这你相信吧？那说明这个雪在受到很大挤压的情况下，它的熔点会降低。熔点会降低的话，它就容易融化了，是不是？那它这个雪人在下面受到的压力是不是大呀？因为上面东西压着它嘛，是不是？所以一般情况从下面开始融化。也就是说，一个物质的熔点，它跟受到的压强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咱们初中不讲那个啊，杜老师就觉得好玩，跟你说了说这个啊。那这个你应该明白了吧？冰刀在冰面上面为什么如此顺滑？它虽然是冰面，在冰刀挤压的地方，那个表层会融化一点什么？冰，对，冰会融化一点，产生什么呀？那水个是不水，是啊？那就更变显得更顺滑一点，是不是啊？好，这两个知道就可以啊，保证中考不考，除非竞赛会考啊。
那咱们是不是要开始回答课前的思考题了？嗯。你觉得能打学仗吗？嗯。你别，你不能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我这就白讲了，是不是？啊、哦。那你不知道这样吗？我你别说能还不能了，我提示你一下啊。嗯。打雪仗，你首先得把雪抓起来，是不是？对。然后你这么手一挤，雪能变成一个雪团，是不是？啊、嗯。你才能砸出去，是不是？对。你说我抓得到我们家面缸里面抓出一把面出来去砸人家去，但是捂自己一脸都是的，是不是？嗯。你如果你抓出来是一把面，它不能结成一团，还能不能玩了？不能。不能玩了，是不是？对。但你从地上抓起来一把雪，要变成个雪团的话，是不是得融化才行啊？嗯。对吧？对。在咱们中国的北方还不是很冷，你用你的手去抓一把起来的话，这手上有热量，是不是？嗯。再一挤压，它表皮会产生点水，是不是？对。会凝成一个团。但在这种西伯利亚的地方，它温度非常的什么？低。首先第一，你不敢用你的手去抓它。你用戴手套去抓它的话，你这么挤压的话，你的挤压是不够的，因为它非常非常冷，是不是？嗯。这个雪不会变成雪团的。你抓起来就跟抓起来一把面一样，然后呼一下扔出去，还扔出去是一个碎末，所以打不了雪仗了。哦，明白了吧？明白了。跟这几个讲台有关系是不是？嗯，对吧？讲台有关系啊。那这个跟这几个讲的就更有关系了啊，更有关系了啊。这为什么北方不容易形成这种灾害？电线上面，就这电线的树上面的电线上面不容易形成这种东西。那是因为北方不下雨，不是，北方冬天不下雨，北方冬天下的是什么？雪。它直接下的就是雪，雪到那电线上面的话，稍微风一吹掉下来了，是不是？嗯。南方不是，南方的温度正好不冷不热，而且恰好得到零度左右。有一个东西你需要记住，水是在零度融化，冰呢？不是，水在零度怎么样？结冰。哎，冰在零度怎么样？化成水，化成水是不是啊？嗯。要想形成这个，必须有一个条件，正好南方在下着雨，然后呢，正好南方地表的气温又在零度左右，那等于下下来的雨马上就会怎么样？结成冰。结成冰是不是啊？嗯。因为晶体凝固需要温度达到什么？凝固点是不是？哎，你比如现在空气中飘着雨是不是啊？嗯。然后空气中有根电线是不是啊？嗯。这个电线的表面的温度正好在零度左右，然后这水把这个电线给弄湿了，是不是啊？对。然后这电线上的水就开始结成什么？结成冰。结成冰是不是啊？嗯。然后再往外面下雨，这冰外面又有一层水，然后呢，它又开始结冰，是不是啊？嗯。所以变越来越什么？越来越厚。越来越厚，越来越厚，越来越厚，是不是啊？嗯。如果你干脆下的就是雨，你干脆下的就是雪，它反而没事，是不是啊？对。就怕你下着雨，现在温度正好又是零摄氏度左右。会越结越厚，越结越厚。好，那这里考察了我们一个液体凝晶体凝固的一个条件是温度达到凝固点，是不是？嗯。然后持续放热，啊，持续放热，明白了吧？嗯。课堂笔记是不是？你自己写应该记了吧？嗯。嗯，融化什么态变什么态？嗯，固态变液态。嗯。凝固什么态变什么态？液态变固态。嗯。什么叫晶体？嗯，内部排列比较规则。嗯，有一定融化温度的固体。啊，两种打法都对啊，两种打法都对。其实最保险的应该是怎么样？是都写出来是不是啊？嗯。啊，都写出来。这个实际上应该它的一个特点是不是？对。那这样会，但考的这个比较多一点啊。那你肯定会到这个什么叫熔点了？嗯，晶体融化时的温度。啊，晶体融化时的温度。有这个来回答这个。嗯，没有固定的融化温度。哎，那这个。嗯，晶体凝固时的温度。啊，不要答非晶体，非晶体没有，是不是？嗯。晶体融化条件两个，第一温度要达到。熔点。哎，还要持续的。吸热。嗯，太好了啊！晶体融化时的特征是什么？融化的时候虽然火在烧着，但它温度保持温度保持不变。哎，吸热但温度不变，是不是？嗯。啊，这是需要你自己写的啊。你杜老师多好，都给你写出来了，是不是？来，考堂练习啊。
这课堂练习要求你自己先做的，是不是？得听话啊。还说物体吸热温度一定升高，对吗？不一定，举个例子，融化的时候，谁融化的时候？晶体融化的时候。对了，晶体融化，比如海波在47、48的时候，虽然吸热了，温度变了吗？没有，没有。比如说冰融化的时候，冰也是晶体，对吧？哎，它也是不会变的啊。那这个错了吧？对，B 也晶错了，体凝固是不是？它也放热量，温度不下降，对吧对，？C 呢？融化的时候，对，晶体不对，它没说晶体是不是啊？没说晶体是不是啊？那肯定选 D 是不是啊？对。只有晶体的融化过程中，无论吸入多少温度不变啊。好，第二个题嘛，热量总是从高物体传给低物体，这没问题吧？如果两个物体温度相同，它们之间就没有热传递，这条件是不是啊？对，告诉你一个条件啊，把一块0度的冰投到0度的水里面，周围的气温也是0度，过来一段时间以后，你觉得是冰变多了还是水变多了？是冰变少了还是水变少了？都没有变吧？嘿嘿，你回答的挺快，那选哪一个？选 C。啊，选 C 啊，这很简单。如果你要是冰变少的话，冰得融化是不是？但冰融化需要什么条件？吸热，吸热是不是啊？可是它从哪吸热呀？没有底儿。外面的水跟它一样热是不是？外面的空气跟它一样冷是不是？对，没地方吸热是不是？好，所以冰不会变成水是不是？对，那水会变成冰吗？也不会，水要变成冰，第一温度达到凝固点，就达到0摄氏度是不是？同时还持续关系怎么样？放热，放热是不是有个比它更冷的东西它才能放热呀？对，可是有更冷的东西吗？没有。没有啊，所以不能吸热，也不能放热，所以这题选 C。固态水银，水银在零下这么多度的时候开始融化。哦，咱们平常看到水银都是什么态呀、液态。那就是在比如在零下40度的时候，水银就是什么态了？固态。水银是固态，是不是啊？哦，零下38.8，水银都是固态，对吧？咱们平常酒精看到也是什么呀？固态的，也是固液态的，酒精都是液态，对吧？啊，你看什么人家喝的酒是固态的，都是个液态的，是不是？在零下100多度，酒精就变成什么了？固态的，咱们水在多少度变成固态啊？0度。水才是零，是不是啊？好。我国古国，我在我国啊，这应该做个字，是不是啊？我国北方寒冷地区不要使用水银温度计，而使用酒精。因为你比如说咱们东北吧，咱们国家东北最冷的地方都可能零下45度，有没有这种可能？有。对吧？零下45度，如果你要用温度计里面要用水银的话，这里面的水银就会变成什么体？固体。那水银变成固体的日照冷缩性质还明显吗？不明显就了。不明显了，是不是啊？所以那在温度计里面水银就不再是水，就不再液体了，是固体了，是不是啊？对。但是酒精有是吗？酒精是液体。酒精还是液体，是不是啊？在零下45度，酒精还是液体，是不是啊？对。所以酒精不容易结冰。那所以在北方很冷的地方，我们的温度计就要用什么做？酒精。酒精是不是啊？哎，到南极去量量小企鹅的体温，也要用什么温度计？酒精温度计。酒精温度计。选哪一个？C。固态酒精比液态酒精凝固点低，是不是啊？哦，液态酒精比液态水凝固点低，对吧？C。也就是酒精不容易结冰，通俗的讲就这样，是不是？对。松下是非晶体还是晶体来着？非晶体。非晶体。融化过程中吸热是不是？吸热。温度变不变？变。选哪一个？这太简单了，是不是？零度的冰跟零度的水冷却物体效果是？不一样吧。哎，不一样，是不是啊？你比如说，有两个棚啊，这个棚里面是零度的碎冰，这个棚里面是零度的水，是不是啊？你说你把手伸到零度的水里面去，把这只手伸到零度的冰里面去，那肯定冰把你手上的热量吸走的多，是不是啊？对。因为冰在变成零度的冰，变成零度的水，这个过程中它就要吸收什么呀？吸收热量。吸收热量是不是啊？就可以带走好多热量，是不是啊？对。然后等零度的冰全部变成零度的水了，它吸热的功能跟那边零度的水还是一样的，是不是啊？哎，
所以这肯定是谁好啊？冰好。冰好。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气温是零，水可能处于什么状态？都有可都有可能是不是啊？能。嗯。可能刚开始，刚全可能全是固态有可能是不是啊？嗯，全是液态有可能是不是有可能。啊？全是固液共存也可能是不是？嗯，哎，刚到零度，刚到的熔点嘛，是不是？对，也刚到的凝固点嘛，是不是？嗯，所以选哪一个，D，D 都有可能，对吧？嗯。好，关于静电和非静电相是吧？正确的是啊，不对，这个不是是吧？对，晶体融化温度不变是不是？嗯，这个 B 是对的吧对，？B 是对的啊。C 呢？不对，都吸热。晶体的融化过程中吸热，非晶体融化过程哦，只要融化就得怎么样？吸热。就得吸热是不是？嗯，雪花是不是冰啊？对，冰冰是不是晶体啊？晶体。是晶体是不是？嗯。选 B。谁是晶体融化的图像呀？首先这两个肯定不是，是不是啊？对，它没有一个温度不变的地方，对吧？嗯，晶体融化的整体的趋势，温度往上走还往下来啊？往上走，往上走，是不是啊？嗯，那应该哪一个？乙，哎，乙。谁是非晶体的？丁，融化是吧？哈，嗯，也得往上走才行，是不是啊？对。因为吸热嘛，对吧？谁是晶体的凝固啊？丙，丙是不是？嗯，谁是非晶体的凝固图啊？甲，甲，这剩个甲了是不是？对，这不选甲你选谁啊？太甲了是不是？哦，有答案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跟杜老师写的一样哈，嗯，这不一样，杜老师可挂在黑板上下不来了啊。把正在融化的冰拿到零摄氏度的房间里面，它们外界不发生日传递，冰能不能继续融化？这是不是刚才考的？嗯，冰是晶体，对不对？对。晶体融化需要条件的，对不对？嗯。好，第一个条件是什么？温度温度是达。吧？嗯。哎，不对，不，什么叫温度啊？温度达到熔点。熔点是不是啊？嗯。但是冰的熔点是多少？零度。零是不是啊？嗯。哎，温度达到熔点以后还要持续的吸热。吸热才行，是不是啊？嗯。可是你把一块冰拿到零度的房间里面。而且还不能吸热，是不是？嗯，会融化吗？不会了。不会融化啊！你看，满足两个条件，是不是？嗯。哎，它是正在融化的冰，对吧？嗯。温度零摄氏度，但是与零摄氏度房间不发生日传递的，是不是啊？对。所以你要把这个正在融化的冰拿到这个房间里面来的话，是不能继续融化的，是不是嗯。啊？哎，因为你不能继续吸热了，对不对？对。北方的冬天。在菜窖里面是不是啊？嗯。放几桶水，这看来这个是农村啊，因为城市里面都有什么空调不是空调，冰箱是不是？嗯。那叫冰箱啊。这个农村就没有这个冰箱啊，那咱这好多菜冰箱也放不下是不是啊？对。放菜窖里面对吧？嗯。但是你也不能让它冻坏喽，是不是？嗯。北方是非常冷的，太冷它也会冻坏了。哎，放几桶水。这个水在北方的话，它慢慢的会变成什么？会变成冰。水变成冰叫凝固，是不是？嗯。哎，凝固需要干嘛来着？需要放热。那就是水里面的热量是不是放出来了？嗯。那水里面的热量放出来的话，是不是就留在菜窖子里面了？对。那说明让菜窖里面的温度应该不至于非常冷，是不是？嗯。这个原因啊，水在凝固成冰的时候放热。是菜窖里的温度不会太低，当然肯定还很低了，是不是？对。相对来说不是太低，是不是啊？嗯。哎，菜不至于冻坏。哦，原来这菜窖不是保冷的，是保暖的，是不是啊？嗯。不知道刚才举那个空调，还有那个冰箱都不太恰当哈。不恰当，不恰当啊。嘿嘿，下面是课外兴趣班哈，杜老师喝口水，再来讲课外兴趣班行吧？嗯。好，稍事休息1分钟。